OK 啦，刚刚去买了东西，我买了这个蛇草水来喝一下咯。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只是纯粹想个爽哦。然后还有这个小葱头，因为等一下要煮东西要用，所以接就跑出来买咯。自古以来啦，就被认为是解热神器，就是平时我们发热器啊，又或者是你平时闲的时候也是可以喝的东西来的，就好像白开水加了一点 gas 咯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但是它的白开水又不是普通的白开水来的，还是蛇草水来的，我是纯粹喝爽爆啦，是昨天吃了肉骨茶，然后会比较热气啦，所以我就买了两罐来喝啦。OK， 刚刚就拿了那个东西给我的同个大曼的一个朋友啦，所以我刚刚有跟他聊聊一下下，然后现在就走回去，走回家要下雨。OK 啦，又是晚上了。刚才早上的时候，我们的首相就已经宣布了这个 FMCO 无限期的 extend 啦。唉，真的是不明白这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丹斯利穆希丁，爱纳丹尼尔，你的这个政策哦，可以再严厉一点吗？已经一个月了嘞，啊，已经一个月了，然后你的确诊人数还是那么的高，然后你这一个月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你要怎样？然后现在又讲无限期的 extend 直到4000病以下，然后你4000以下你开放了，然后上回来又再怎么办？又再收回去，等有用没这样子啊？穆希丁，不是马希亚丁，哈，浪费时间的东西啊，真的是，哎呦，不懂要及时才可以获得自由嘞。总之 stay at home 吗？已经不想讲这样多关于这个东西了。第五天现在的情况也算是 OK， 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然后刚才我不是去买那个蛇草水咯，然后我有稍微跟那个中医师了解过这个东西，他就讲其实你没有任何的 side effect 不是一件好事情啦，就他们就讲抵抗力越强的人，你打这个疫苗了过后，他的 side effect 会更加的大。但是我的话就是没有什么 side effect， 他的解释就是讲可能是你的抵抗力没有那么的强，所以当你打下去过后你就没有任何的 effect 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想在这边求证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，我是在纠结这个问题啦。今天就一天这样过去了啦，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